促炎胡索的功效与作用。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王洪波，陕西省中医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。促炎胡索，它味辛苦，性温，归心肝脾经。炎胡索呢，它具有活血散瘀、行气止痛的功效。炎胡索呢，它的生品呢，有效成分为那个游离生物碱。游离生物碱呢，它不易溶于水，所以呢，临床在用的时候都要用醋制。经醋制以后，这个游离生物碱与醋酸结合成醋酸盐，而易溶于水，使这个有效成分易于溶出，从而增加了它的行气止痛作用。炎胡索呢，它专治一身诸痛，广泛用于身体各部位的多种疼痛，如用于肝郁气滞所致的胁肋胀疼痛，胃气阻滞、脘腹疼痛、淤血走滞、经闭腹痛、气滞血瘀、心腹冷痛等。